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哈，选择比努力什么还重要？各位，那选择比努力还重要。第一个哈，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时阵哈，你常常在做选什么选择？好，人生啊，常常在做选择。啊，这个选择有时候，我们就像这样子，各位，这个父母爸爸调皮哈，爸爸调皮，起码呢有留遗产。啊，像昨天晚上就人那个赖我，他是说呢。因兄哥哈叫伊放弃财产，叫女生哈爱抛弃什么继承权，叫伊讲爱签名等于那抛弃，对。啊，我讲吼，啊你有法律上的权利，你是那要抛弃？伊讲吼，我惊我无抛弃的时候，阮兄弟后盖断路，对吧？对吧？我甲你讲，啊，这你就是人生感情加什么，加金钱的选择嘛，对吗？对，啊，若像安尼，你要选择甲抛弃还是卖抛弃？欸、看起来多不多？对对对对，今天开始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甲讲，我讲，恁这个兄哥甲兄嫂的时阵吼，恁家其他人好过无？伊讲也无介好过。啊，我甲讲吼，安尼你若抛弃了，恁家后盖有人呐，恁家啦吼，还是讲别人兄弟姊妹恁家，那真正有需要兄哥出手的时阵，甲斗三工，兄哥会出手斗三工无？伊讲免想。我讲安尼免想的时阵，你应该安那？你也卖抛弃啊！你把这份捡起来，你把这份捡起来，看后盖什么人有需要，你再搁甲斗三工，安尼会使无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这有时候你要理性啊！伊讲，那安尼生活后盖免等伊，通等路啊！我讲等路不要紧啊，因为安怎人欠钱的时阵，就会惊无路呢。人欠钱是惊无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若有钱，伊袂甲你等啦，敢有影？你若欠钱，咱去甲借，啊，无咱浪费咧亏啥？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，各位，这个有时候人生最难的取舍，就是在感情跟什么之间，金钱呐、啊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讲这個。有当时啊，做这物件呢，你要安怎选择？吼、哦，所以各位，咱若像这個，咱若无爱抛弃，咱要安怎处理？啊，那个下咧就好啊。对，各位，你个下咧的时阵，迄、那个财产拢挂伫死人的名下，安尼要紧无？啊，不要紧啊，各位，日据时代死人的土地到这阵呢，较价值。是不是咧？是不是咧？所以各位，啊，你若感觉迄个无，你甲登记为共同什么共有？你去甲登记个共同共有，安尼嘛不要紧啊。登记个共同共有，你的物件嘛安那留掉咧。你后盖免卖的时阵，是不是摕囡仔来互你当？是不是？啊，你即阵伊嘛是要叫你当囡仔，甲后盖当囡仔是不是同款？因为拢当囡仔尔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各位呢，这个就是一种选择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就是安尼吼，各位啊，像讲咱吼，在家里的时候，各位，咱做查甫人是不是一家之主？这些查甫人可能不安尼认同啊。但是吼，咱对太太都要多少要多让她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要多让她一点？因为她是一家之王啊，因为少了那么一点就完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各位，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，为什么要多让太太一点？因为我们选择是什么？你选择的是和谐，而不是什么啊？不是要计较啊！所以呢，一个家庭内底，伊是和谐，伊不是要计较。啊，咱出来把靠的时阵呢，要跟人计较，迄较过来计较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我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安尼吼，为家开始讲，为感情开始讲。来，各位，咱吼在选择先，等我们慢慢长大，我们要选择什么？对什么？对象。好、哦，啊，你对象哈，像讲你男生，你买当选择女生，基本上都较侪选择啊，因为你男生买当选择男生哈、哦，但是各位因选择这样，他们选择这样的时阵，到尾来的时阵哈，因无法度生育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因无法度生育啊，对啊，你爱收养小孩啊，你爱收养小孩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那这样收养小孩，大概就是会当继承因两个财产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无遐财产会归向去。无囡仔，无要想要结成，好啊，父母啊，父母了过来嘞，兄弟姐妹啊，你看这阵生遮少，到尾拢归啥？归政府啦，个啊，有当时还是安尼，对嘛？无你趁家安尼，无是要创啥？哦，所以各位，阮即摆看足侪人，伊吼处理代志，伊袂晓算，伊袂晓处理，吼，伊袂晓处理哦，吼，各位，啊，我即摆讲这吼都该处理啊，因为这个问题，他现在就要去收什么？收养，各位，按收养是不是爱法医？法院许可开采嘛，哈，基本上收养爱法院许可啊，所以他们只能透过收养，他没有办法自然就生出来。来，啊各位，
这早前的时阵吼，我就举这个例给您听。我讲这个例子，你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吼，对不对？我讲这个案子给你们听。对，因两个结婚吼，因两个结婚，这个太太好啊，这个太太。对，啊，两个结婚了的时阵吼，这个查甫还有去红关。对，去红关。啊，这个太太的时阵吼，面皮较厚，若无你嘛会安怎？会畏寒，对不对？双人枕头，若无你嘛会安怎？孤单，所以个呢，伊就去外口找一个 monkey， 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因 monkey 是无小心，因个生一个 monkey boy， monkey girl 啦，这个是这 monkey girl 女孩子。对，来，这个查囡仔算啥呢？这个查囡仔伊伫法律上伊算伊个呢，但是伊是相亲生的，平亲生的啦。当然，这个老母是共款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伊伫法律上，这个查囡仔是这样。假的，但是各位呢，伊这个假关回来了，发现户口加一个人，通常到七岁之前拢袂去报户口。伊遐七岁了，伊要上学啊吼，伊就爱去报户口，无伊无法度，因为着囡仔迄落，所以伊爱报户口。结果伊关回来了，加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加一个人了的时阵吼，伊感觉伊是绿编码部队啊，所以伊会做啥物动作？伊会甲因某安怎离婚？但是迄个囡仔咧，伊就甲绑咧，伊无爱离离嘛，吼，伊就无爱离离哦。伊无爱离离，伊这个太太呢，怎娶这个？怎离婚了？娶这个囡仔来干什么？来个这个查甫的生活，各位，安尼是不是一定做美满？嘛不一定呢，各位，到底一个故这个太太又搁走去啊？怎剩这个先生甲这个查囡仔做一伙？而且各位呢，但是这个姓会当姓啥呢？姓贾还是姓老母的姓？即卖是有开放啊，古早是姓。但是我会当改做别人的姓无？无法度啊，无法度改做别人的姓啊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爸，所以伊吼常常问因爸讲吼，爸，我是哪？你讲叫我是恁查囝，是哪？我甲你无共姓。你讲囡仔人有嘴有耳无嘴，免加问，对不对？但是伊吼无问，伊怎走去立法委员服务处去问嘛？问讲要安怎让我的查囝安怎？会当倒转来嘛？是不是安尼？各位，你讲要甲收养，爱因父母同意呢？爱伊的父母即个是假，伊要甲伊同意啊？对吧？伊爱伊同意咧，你未成年爱收养爱伊同意，你知无？所以个呢，伊就走去服务处主直直甲问讲：我变哪？即阮查囝变哪？互我变共生，要变哪？变做是我的查囝。结果伊个服务处的律师无解到，伊甲问讲：无咱来验 DNA， DNA 验的99.9999%比纯金搁较纯，对吧？啊，即摆伊倒转来就要换伊个个，伊讲好，啊，咱来换伊个确认什么亲子关系安怎存在？亲子关系存在，好、哦，啊，反正就甲判落安尼，讲照 DNA 甲判落，过判落了要去户口，要去户政事务所登记。假设要来咱洪山户政事务所登记，怎啊发现啥物代志？洪山事务所的人怎啊怀疑？你知无？因为伊户口已经登记户是假，啊，即摆佫判一个讲安那，丙是伊的迄个亲生父，啊，毋着父假，寡父亲生父以丙啊。所以洪山事务所做，咱迄个这是新生的，就甲驳回，甲驳回讲这袂使登记，因为一个人袂使两个老爸啊，总甲驳回了。啊，遐驳回的时阵吼，伊就用了，就走去监察院，也拢袂晓用怎，走去监察院安怎？定情监察院讲啊，这都无法度啊，所以伊伫迄个台北的迄个忠孝东路的天桥上吼，抱着因查囝，啊，举一支刀啊，这个好几十几年前的这个啊，真的啊，这在我们高雄发生的啊，后来拍成电影叫《不能没有你》啊。迄老鼠藏富贵，所以迄根本咧电影拢演了无讲介准，我说我即马讲较准的互恁听。结果伊吼就是安尼即马看起来吼不相干的人拿了一支刀子，挟持了一个未成年的小孩，对吧？违反儿童福利法，所以安怎警察介入，怎甲压制嘛？压制的时阵怎甲隔离？迄个囡仔怎带去安置？啊，即个人怎甲因查囝失散？啊，伊就到处咧找因查囝。这电影是安尼演的。古早阮做公务人员，阁去用叫去爱看电影，讲吼恁公务人员一定爱了解人民的痛。结果是伊迄个人翕了，迄个人拍摄电影，共曲解，讲咱公务人员吼该残忍。各位其实毋是来创了毋对，你知咩？后来迄个导演去阮法院的时阵吼，底下咧啥物签名会，我就去遐踢馆。我就去遐踢馆，各位这是安怎你知咩？这个确认亲子关系存在，未使安尼处理啦，各位。这个法院是爱安怎处理？
法律创造吼、哦、叫做亲生子制度，啊是婚生子制度。法律是创造婚生子制度，唔是维持亲生子制度。您了解什么意思吗？结婚姻关系存续中生的囡仔，迄叫做婚生子女，这个是法律上的囝。虽然有可能唔是亲生的，但是安怎，伊也是你的囝，伊也法度继承伊。所以各位，我古早办这个的时阵吼，拄到因这个要来告讲伊是亲生子的时阵，啊，我去看日本的最高法院的判决，日本的最高法院讲袂使。迄阵我嘛感觉讲奇怪，都亲生的都可以认祖，啥物？归宗就好啊，各位。因为咱册读无够，所以但是我感觉足奇怪。好，迄阵我怎吼唔敢判，我怎叫这个因这个爸爸向关出来，这个爸爸安怎？我叫来，我讲安怎？即吼后盖这个嘛是阿个恁囝，对吧？伊后盖若是去共台人弄到创啥，去予警察抓伊，你嘛叫你来。吼，啊你若巧伊吼，这个嘛会防盗。所以吼，你即马这个囡仔你爱安那？我甲处理，我们生命甲抛弃，对姐讲诶。头前继承是抛弃，囡仔你别抛弃。哦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恁自家拢做烦的啊。这是要干哪？害掉。我跟你讲，你即马想要甲囡仔抛弃的，就是成年倒转来吼，要啃老，伊就爱甲抛弃。好，你听我甲讲。那各位呢，我就甲叫来，然后我也甲讲讲吼，你卖个过节啊，我甲你改做，你甲收什么？转用安尼，互收用起，转亲生子变养什么？养子啦，就是安尼来解决。各位，这是安怎？你知无？各位，因为这个制度爱婚生子，这个婚生子的时候，你像咱台湾这细地吼，都有这个问题造出来啊。你也像讲美国去澳洲，伊有可能外口出去佚佗佗的，伊怀孕的囡仔，甚至连伊妈妈都唔知影这囡仔像的。你后盖边啊去找爸爸，千里寻父找不到啦。但是这囡仔爱有人饲无？啊？爱有人饲，所以各位婚生子制度就是要有这个囡仔活嘞，唔是亲生子制度，有了解无？所以各位情况，这个关出来应该安怎？要来告讲吼，我这个唔是我的亲生子，可以变非什么？非婚生子，唔是婚生子，唔是婚生子的时候，伊这个爸爸他过来甲认什么？认领，甲认登也是阮囝，但是伊那是亲生，伊那是婚生子，你袂使随便去甲安怎？去甲叮当哦。各位，因为这制度若不是安尼，咱吼大家拢会当安怎来告别人因家的囝，就是咱囝。吼，安尼什么人的什么人会做凄惨？哈、啊，郭台铭，吼、哦，郭台铭伊甲迄个曾心怡是毋是生两个也三个？安尼对不对？啊，咱拢会使去甲告讲安那，恁伊甲曾心怡生的囝是安那，我的囝，安尼大家拢甲告因囝是毋是阮抽甲无花？迄破坏人的家庭啦、啊。有影无？个恁拢无了解者。我古早的时阵，我伫民国75年政大毕业的时阵，我一个我班上第一名的迄个男生吼，都发生这个代志。甲迄个女生，我迄个班队吼，因怎啊做伙嘛？啊，做伙的时阵已经论及啥物婚嫁，论及婚嫁的时阵吼，伊哪知道讲吼，一个斗阵久，较知影讲吼，别人较好。所以，我班上迄个女生吼，脚踏什么？两条船，结果伊本来，到尾伊嫁的时阵吼，无嫁阮班上迄个第一名，伊怎嫁别人啊？结果别人的时候八个月就生囡仔，啊，阮班上迄个第一名吼，足可爱，伊生落来，迄间个讲吼，生落来迄个囝就是我的，各位，哎，足凄惨，你知无？因婆婆是不是抱着她的孙子，啊，即嘛有人个讲，这不是因孙。迄、那个孙吼、哦，愈看愈无像。对，迄、那个结婚了一冬，我就离婚了。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迄人婚生子，你敢告讲迄咱囝？所以各位，哎，我教恁一步歹步，对不？结果他是谁的？哈？你听老师安尼讲，伊是婚什么？婚生子当然是阿伯嫁迄个人的啊，伫法律上是安尼啊，你太会使随便去共告讲人家的囝是阮囝啦。我听说是后来先生的，结果我去问，阮同学会，绝对唔敢问阮同学讲咩事。所以高达30、40、50鬼啊，就是个谜啊！不要讲这种事情，不要问，对不对？
这个事情只有我班上那个女同学知道而已啦，其他人不知道啦。这个不要问，是不是？反正她也不是嫁给我，或是离我而去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各位呢，这个就是婚生子制度啦。所以咱法律吼，顶民法1063条的时阵，伊就讲讲，爸爸你若关出来，知道的两年内，你就爱甲告讲吼，这不是阮囝，你会变婚生子，安尼会使。对，啊，这个妈妈伊若生出来，伊买当讲两当内底甲告讲无去。对，即马法律开放讲，这个囡仔若成年了的时候，阁予伊最后一次机会，成年后的两年，你会当去告讲吼，这不是阮老爸。对不对？各位，啊，你了解无？伊已经，这个是唔是阮老爸？阮老爸是这个，安尼，这样懂吗？各位，啊，我伫讲这个时阵吼，恁感觉讲啊，也甲我无地带，但是各位，恁爸那王永庆，哇，这代志都1000多亿的财产啊呢！所以各位，我即摆要甲你讲，那个罗家就是这样。王永庆那个罗家就是。就类似这样啦，伊这是安怎？王永庆伫外口甲人生的这个囡仔，吼，伊迄个女生后来的时阵吼，甲迄个姓罗的怎么样结婚？伊怎啊娶这三个囡仔，甲这个姓罗的生活？啊，咱古早有一条就是讲，你娶这个囡仔来甲我生活的时候，我自细汉就甲饲吼，就看作是收什么收养？这种的规定嘛是要让咱这个囡仔当活落。各位，伫这个很贫困的时代，我查某人带这个囡仔，古早叫拖油瓶嘛，带这个囡仔来安那，来跟你结婚，对吧？安尼你自细汉就咧甲饲，所以各位呢，咱民间有讲嘛，迄啰生安那囥一边，用的较大天嘛，是不是用的较大天？所以伊这法律，古早这个法律嘛是安尼规定讲，我若插拖油瓶来跟你生活的时阵，生活20-30冬、30-40冬，你就是安那。收养关系，所以个呢，伊怎啊变作那后来王庆无死，这个代志总变作秘密嘛，就是变作这姓罗的这几个囡仔，伊是怎啊改姓罗去嘛，对吧？啊，其实迄是王庆甲迄个查囡仔生，伊迄个查囡仔娶这三个安怎去嫁人的嘛，对吧？各位，结果即马安怎？啊，王庆巧伊是不是有清华院嘛？所以因即卖生落的这三个囡仔倒转来主张讲啥？啊？我是给阮老母带过尔，伊我一直伊的家庭生活，我甲伊无啥物，无收养关系，我甲伊无收养关系，所以伊毋是我的养父，所以我安那？我还是谁的囝？王永庆的囝，所以我会当继承。安尼了解吗？各位，今仔日若生落的千几个，伊一定讲我就是的，有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到尾来时阵，咱人老年纪了，拢钱在做人，你有感觉安尼吗？啊，这个官司过出来都好阮开，你知吗？吼、哦，因为老爸当随在咱算，好、哦，所以各位，咱在座恁倒转去嘛要注意，有当时啊，咱饲的囝有可能不是咱生。但是你要共饲予大汉，因为你对国家负责任，要婚生子，你要共饲予大汉。这个是什么？各位，国家为了生存，超过你个人是否亲生，因为亲生的嘛不一定听。有了解这个意思吧？所以各位，咱看待很多事情，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观念去想就好。各位，谁那回教国家也当喘息也不？啊？全世界不是都一夫一妻呢？因为安怎，因伫迄个回教的部分，因伫中东回教拄啊出来的时阵，他们那个是游牧民族，出去用的了，人可能挑伊，人挑伊啊，所以安怎，伊娶四个某也当还原这个种族，有了解这个意思无？所以各位嘛是同款啦。太平洋战争的时阵，战到尾来的时阵吼，是毋是16、17岁的囡仔就去塞飞机神风特工队，对吧？啊，是啊，那女生不用上战场，不用当兵。啊，要留咧做证，真的、啊，大和民主也是如此啊。所以各位，咱后盖有将甲阿公啊拼起来的时阵吼，恁查某囡仔放心。哦，当然，你若已经超过40-50，可能台湾会上战场啊啦。了解吗？所以各位呢，我们把这个各位在那个在古早那个蒙古草原的时阵吼。迄、那个大兄出去战时吼，战死阿嫂是啥？
阿瑟是被小姐爱慕，因为无安尼的时阵，伊伫这个草原上，伊这个阿瑟甲这个伊那会死，所以伊这个小弟爱负责变作爷母爱甲饲起来。好、哦，安尼了解无？可是各位呢，咱即马介奇怪，咱即马都是有母，但是拢搁出去做草原安尼处理。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代表你听。我要讲这个事情了，各位啊，这是就趣味的一个代志。我讲安尼有了解哈、哦，所以各位，恁后盖看不能没有你是法院判了唔对，法院未使共判讲哦，我会当来告别人因家的囝是安那，是我的囝。后来大法官就解释，啊，我去讲，体管就是咧甲讲，你是一个导演，你对这个法律无解了解，你就片面去共指责别人。啊！拍迄个电影，甲所有的公务人员讲，因拢歹人，这实在是讲是一种足大的错误。啊！我迄阵做法官，我讲我爱甲你澄清，各位。啊！人咧开迄个什么，唔是人咧开迄个什么签名会，对吧？啊！咱去讲这是毋是咱做白目？但是各位呢，咱无甲迄个导演讲，就袂安那。伊后盖永远就用伊的看法咧处理代志。啊！因为这个代志我经过，我有处理过，所以我就知影安尼。吼、哦！所以各位呢，我自从去甲讲了。这个导演就怎无啥讲改红，我现在要讲这个人的这个故事啦，像我的身上充满了很多的故事，好、哦，所以我做一个故事哦，要讲给您知。